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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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开经偈：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请放掌。请拿起《金刚经》。金刚经啊，今天我写了一封 email， 其实先前已经有写过哈、啊，就是关于我那个学密历程，我现在还是讲一下比较好，这样子省得很多麻烦。就是里面哈、啊，我学密历程里面有那个照片啊，那个照片里面有那个慧济金刚法的那个传法的那个师父啊，是。慧山老和尚，那我里面哦，因为一时想不起来要怎么样尊称他，所以我就说写慧济金刚，本师，那个上师啊、哦。那我知道那个上师是不对的啊、哦，因为那个又是藏密的词啊、哦，但是我实在想不出来要怎么样称。那今。已经也有好几个人质问过了，那我后来好不容易想到了，我想写一下啊。传法本师啊，这样的。那今天接到还是昨天接到那个email 是说他建议用慧济金刚的传法阿舍离，那好，这样子我本来跟我的弟子讲说不适当，主要就是说，因为阿舍离一定是接了金胎二戒传法灌顶啊的师父啊出家众，那才能够称那得到阿舍离位。那有，所以这三国传灯这个整体的秘法这样子，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不适当，懂吗？啊、哦，那因为如果只受一法二法秘法中的一法二法乃至于三四五法，啊、哦，那即使有传承，但是没有得到全这个。真言密教全体大法，也就是慧果阿舍离啊，那得自于这个三大士啊，哈、啊，这个唐朝的三大士这样直接的传承，那就按理跟事都不适合称为阿舍离，所以我现在很正言的讲啊，因为这个是依理而言。所以我本来是觉得不好意思啊，但是这个法上没有说好意思不好意思，应该是这样子，也就是说法上不为情，对，因为不好意思就是难为情嘛，对，难为情，对，所以是情，所以那个是不适当的，所以即使是传给我的师父呢，那我也求过这个准提法，也求过不动法啊、哦，那但是这些师父都不是阿舍离啊、哦，这样的，因为是这样的，又必须要具足这样子的传承啊、哦，然后正式的这个传法金胎二戒的传法灌顶啊、哦，学习而且通过考试，然后得到传法灌顶这样子。所以顺便就这样讲，我不只是讲这个别人呢、啊，乃至于传给我法的师父也都是这样子，所以不能寻情啊，也不能说寻情而就称他为阿舍离啊。
那变成说我封他为阿舍离了，啊，这不适当，啊，所以不只是别人，那所以我顺便讲，这末法时期，那当今呢有很多没有得到正金胎二界正式传承的，而私下或公开的自称或被称为阿舍离，这都不适当，这都很不适当。乃至于我最近看有一本杂志呢，然后有一个人他也好像这个得到那个高野山的传承的样子啊，哦，那他就称几个那个大陆的这个学密的人呢，啊，哦，然后就把他称为，他不只是称他们为阿舍离啊，他称他为大士。大士是什么？大菩萨嘛，对。所以就非常的不适当，所以这样子乱封不行的啊。所以我就跟大家讲一下，所以人家乃至于说，人家说啊，哪一个人是某一某大某某大师再来的啊？啊，或是他前世是什么什么大师啊？啊，这都不适当，这都不可以讲。这样子的话，都有犯大妄语的嫌疑。那不管是自说或说他都不可以。自说说我是我前世，就是虚云老和尚。举例说嘛，或是我，就是，金刚智阿舍离来的，对啊？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那个就是大妄语，你懂吗？那如果不是我自己说，那有人问我，然后说阿舍离是以前也是，这个大阿舍离再来的啊，那。我没有说 yes， 我说，然后就默然就是默许，你知道吗？默许就是承认了，然后就传出去了。我们师父是大阿舍离再来的，所以今世是当然也是大阿舍离啦。好，这样子，就这样，所以那个都不适当，好吧？都有犯妄语戒的嫌疑，好，所以我那篇 email 会放在我们的网站上啊，但是我这样讲了，可是有很多人没有看到这一个讲经啊，所以也就不会听到，不过这个我也可以你们把它截录下来，因为让普遍都知道说这个抬头啊是不能乱安的，也不能乱封的，你知道吗？比如说你不是博士学位，没有得到博士学位，自称是博士，这就很不对嘛，是不是？这个就是欺世盗名嘛，是不是？这样不对的。好，有就是有嘛，没有就没有嘛，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好，接着我们看《金刚经》，所以嘛，这一切都是祸嘛，对不对？啊，祸，金刚破祸，所以有金刚之智。可以破祸，金刚波若自治破一切世间出世间的祸，好吧？所以这样子，那不只是你在学金刚经的时候才破祸，你知道吗？不学金刚经的时候也更要破祸了，对不对？所以碰到任何境界，乃至自己的言说、他人的言说、行为作为有问题、有祸、有疑惑，都要破解啊。这样智慧才会增长啊，然后所有的疑惑渐渐一直破到后来就无疑无惑了，然后就金刚智慧就渐渐会成就，这样的。好，看第这个是第几14分啊，若当来世后500岁，其有众生得闻是经，信解受持，世人即为第一稀有。讲到这里，对不对？那你看，对这一部经《金刚般若》能够信解受持，
正信正解啊，然后实受实持，正信正解实受实持啊，那这个人呢，就是第一稀有，非常稀有，很难得的了啊，不是那么容易的啊。何以故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此人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啊。此人就必定已经达到无我相啊，已经这个无我相就是已经达到无我相了啊，已经信解悟啊，大概都是这个地步了啊的信解悟，但是有没有证那就不一定啊，信解悟这个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啊，因为此经就是开示这无我、无人等等的法门啊啊，所以他已经悟了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、无寿者，所以才能够心那么清净，因为这些业障啊、染污啊、尘染啊都去掉了，所以能够跟这个金刚般若之法能够相应，你知道？能够为什么能够信？你知道吧？为什么能够信？心清净，听得进去，懂吗？我把它讲白一点，就是这样的。你对这个金刚般若之法呢，这么高深的啊，你可以听得进去，听得进去，所以能够信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此讲经呢，就是白的不能再白了啊。好，那个听得进去，所以能够信，而且因为听进去信了，所以能够真正的解，所以这个正信而且正解，这个信跟解还要正信正解才行啊。然后因为解也有邪解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也有邪解，还有什么呢？还有曲解，对，还有什么呢？还有错解。那应该有五个解了，还有一个误解。哎，误解是很可能的，这个出发心的人都以为自己懂得佛经的意思啊，对。所以正解，然后邪解，邪解因为有邪心、邪见，所以邪解。曲解，曲解实在不懂，但是自己弯弯曲曲的去把它解，那就自己认为已经解了，然后就还很得意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那比如说解释那个真如本性，说本性啊，就好像 energy 一样啊，那就是曲解，对吧？energy 怎么办？能量，哎。还有错解啊，还有误解，这个误解这里面所有的解里面最好玩的就是误解，对不对？那误解好像无过，其实一样的过嘛，是不是？可是误解好像比较 innocent 天真呐 啊这样的，但是很多这个初发心学佛人都很容易就犯这个毛病。好，那所以要正，这个人呢已经能够正解，正信正解，然后实受实持啊，那因为他已经没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，已经悟了无我相、无人相，应该是说悟了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啊。那再解释，所以者何？那么知。
这个是很深的文言文啊，所以者和这个省略了一个字，这所以是之所以的省略啊，之所以就是原因，这其原因是什么呢？所以之所以的意思就是说啊，其原因是什么呢？啊，那这自设问，然后自答了啊，这个是须菩提说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须菩提就是什么？他悟了嘛，悟了，这就是他在那个发表他的心得，然后。这不是要炫，你知道吗？也不是要炫，你知道吗？这是发表他心得，然后让如来印证，说您看我这样讲对吗？这个意思啊，因为悟了还没那么高，刚刚悟了不一定准确，自己是没错的。就好像你写了论文，你可以写得出来，但不一定通过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还要你好几个教授都。看过了，然后觉得 OK 可以，哎，然后再，然后这样还没有过，还要再口试，对不对？口试通过了，才算这个论文通过，学位拿到这样的，所以一样的意思。所以你有所悟了以后，那么这个如来要印证，一定要如来印证，或者是这个你的阿舍离或是本师印证。所以者何？为什么呢？我相即是非相，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即是非相。所以这《金刚经》文字看起来都很简单，这道理就太深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了达我相，你加个当前。当前之我相即是非相，这当前之我相呢，这个我相呢又包括两个，这《金刚经》里面都没有直接讲，但这个我相是包括身相跟心相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你只想到这个身体嘛，对不对？但是《金刚经》不是指这样子而已，它这个还包括就身相以外，还包括心相，我的身跟心。所以当前的不是过去的，也不是未来的，当前的、现在的这个我相，也就是我的这个身相跟心相，都不是我。我相即是非相，非相呢？非相是非真我相，非真我之相，叫做非相。所以，非真我相，真我之相是什么呢？真我之相也是属于一种。也是属于一种实相，对不对？这样的真实嘛，哎，那所以，但是现前的这个身心之相都不是真实之相，所以非我，非我相，非真我之相，哎，并不是都没有相，有相，但这个相，此相虚妄，非真实。为什么？因缘化现。这样懂吗？过去因缘父精母血产生，现在因缘长大了，也有吃饱了肚子嘛，对，吃了很多的食物，哎，然后这个吸收消化啊，然后长大了变成现在的我相，是不是？
那心呢，从社会中、从家庭中、从学校中学习了，以及从朋友群中学习了很多的东西，吸收了很多的知识经验，然后变成我现在的心相，这样的吗？所以那些什么，这过去的这些经验都是因缘，所以过去的因缘，设法有设法的因缘，心法有心法的因缘，那都成就现今的我相。但现今的我相，这都不是真相，都不是真实相。所以说这个我相即是非相，这里面就省略了很多字，对不对？就非真我之相啊。那真我之相什么？我们用禅宗的话来讲，因为这部经也就是禅宗的经嘛。哦，真我之相不可以眼见，不可以视之，不能用你的肉眼去见，也不能用你的六识去知。啊，为什么？因为真我之相是本性嘛，对，所以本性是没有办法用眼根去认知的，啊，眼根去摄取然后认知，那也不可能用六识去认知，所以不可以视之，啊，那怎么样能视之呢？悟了以后，慧眼法眼。得知得见啊 ，OK， 好，我相即是非相。那人相呢？因为我相是这样子嘛，人相也就是一推了，对，这个我就是我第一主持嘛，对不对？第一人称，人相呢是二三人称啊，我。你他，那我你们他们，第一人称，一就第一人称，第一人称我就是我相，那因为有我相，所以有对待，对待第二人称就是你，你跟你们单数的你，复数的你们，第三人称他。单数的他，复数的他们，那么这个都是人相啊。所以所谓的人相呢，是相对于我相，相人相对于我，人我之分嘛，这样的话，那这个人我那个人呢，就不一定是单数，也不一定是复数，都可以。好，那接着众生相是什么？众生相就是你若懂英文就知道总称。总称，这一样东西的总称啊，那么我你他我们你们他们全都是众生，哎，这样的吗？啊，这叫众生相啊。众生相英文叫集合名词啊，有没有集合名词？比如说家庭是集合名词，对不对 ？Family。然后这个 society 社会是一个集合名词，国家是一个集合名词，这样的话，所以它可能是它表面上是单数的，但是里面它有很多的成分分子啊，所以它也可以是复数的，哎，所以这个以 family 来讲，家庭可以是讲一个家庭一个单位。也可以指说家庭的成员，那就那个时候动词就要用复数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可以说We are family， 那就是说我们是都是家人的意思，所以那个 family 不能说我们是家庭，不是这样讲，好吧？好，那所以
这一切相呢、啊，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都是由我相而起，以我相为中心而演化出去的。哎，好，所以它的根本就是我相。那如果没有我相，就什么相都没有了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正道无我相，接着其他的相都冰消瓦解，哎，就这样了。好，那众生相，那一切众生，那什么叫众生相啊？什么叫寿者相？寿者相，其他的《金刚经》本质又翻作寿命相啊，啊，这样就比较容易了解寿命相。那为什么称为寿命相呢？因为这个我相，不管是我、你、他，或是我们、你们、他们，或是所有的众生，任何一个众生，他都有存在的时间，对不对？存在的时间的长短，那个叫做寿命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但是因为众生指我，那你知道这个，你就要懂得生物学了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你要晓得，这个生物学一切的动物，它都，这是依动物学来讲，生物学来讲，一切动物都有一个本能，他们把它称为本能。那一切动物或是生物最基本的本能是什么？生存 ，good， 求生存，这样的。那求生存，所以一切的生物都不喜欢死，对，都不愿意死，对，再怎么样奋斗，再怎么样拼，他都是要活下去，我要活下去，对不对？哎，那所以这个我要活下去，最这个历历如目的哈、哦，那就那个飘，就是那个叫什么？哎，对，那个那一本小说叫做乱世佳人啊，乱世佳人，那个女主角是谁啊？伊丽莎白泰勒还是那个不是费雯丽？哇、哦，那个哇，她现在恐怕已经快100岁了都有了。哎，她南北战争完了以后，然后就说，反正就是很穷嘛，哎，本来是大地主啊，然后忽然就被很穷啊，穷了都没饭吃了。然后做衣服还拿那个窗帘来做衣服，硬充面子这样的，要去跟人家借钱，但是你总要穿好看一点，不要让人家瞧不起，就看你显然就还不起的样子啊，所以就把他家的那个旧窗帘，也是很好的布啊，可是是窗帘布啊，怎么能做衣服呢？但是他还是就做了一套很拽的衣服，可是你不能看那个料子，哎，然后他就。哇，哭天唤地的、啊，然后就说：“我一定要活下去。”哎，这样的，哎，不择手段的、啊，那真的是不择手段。哇，好厉害！哎，不过我们看的人都同情他，你知道吧？这就是什么？他要活下去，你知道吧？哎，所以众生的求生意志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所以啊，所以一切众生。最重要就是他的寿命的长短，所以众生都爱命，你知道吧？对，这个佛说了，众生都爱命，一切有情皆爱命，所以这个命是以什么来看？但好命坏命不讲，长短最重要。因为什么？好死不如歹活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再怎么样，就是活下去，就即使活得跟狗一样也没关系。反正就是我要活下去，这样的。我活得跟狗一样，然后每天吃大便也没关系。所以众生爱命到这种地步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这就是寿命相对众生的重要性，它就是要维持这个自体的存在，这样的，维持自己自体的存在。
我刚刚讲说，我再活下去，即使活得跟狗一样，天天吃大便也没关系。那当然了，如果这种情形出现的时候，他会想说，不过还是活得跟猪一样比较好。哎，又不用操作，不用劳动，哎，天天有的吃，吃得饱饱的，也吃的根本都不用动，哎，那样多好，哎，啊，所以众生就是爱命，爱到这种地步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不要看那个什么植物人呐、啊，他是活的那个样子，已经是最起码的活命了，对不对？几乎没有什么活了，对不对？可是他也不愿意死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好，我让你安乐死，他一定会跟你讲，我才不干嘞，对，哎，老爷要继续活下去，就这样子，所以安乐死这个，即使他在，他是这个以前说，即使他不用你急救，但是他也不要说你注一个针，打一个针让他赶快死，他也不要，他要自己走，你懂吗？哎，我如果活到我实在不成了，那我自己走，我不要你帮我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要晓得众生是这样子，因为他与生俱来的求生意志，这与生俱来的求生意志怎么来的？无明。所以十二有之，无明原行，那个行就是求生意志，知道吧？所以从那无明产生求生意志，无明原行，那因为有求生意志，我要活下去，所以产生事，那因为有事，所以可以办很多事，对，办所有的生老病死啊，结婚生子，然后给孩子气恼，那气恼老爸这样子，老爸老妈，就办这些事，那办完这些事，无量的这些事，自恼恼他以后，然后就接着最后就死翘翘，然后就糊里糊涂的死翘翘，就这样子。啊，所以我相即是非相，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是非相，即是非真相。啊，非真人相，非真众生相，非真寿者相。因为寿者是什么？寿者在唯识学里面称为什么？知道吗？不知道，该打屁股。